What？ 不是吧？这些人都这么肉的？啊！好，一波49杀吃鸡，49杀，差一个50个呀，有点可惜了。被抢了，被捕，被人家被别人打死一个人，抢了一个人。哎，这平地我放不了我的。 我这个不够平是吧，光子？光子就是个演员。他说我这不平是吗？你说我找谁说理去？他说我这不平是吗？演员。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平的地方。这够平了吗？好，149杀吃鸡送给大家。大家觉得主播打的不错的，可以点一下左上角的关注。 什么？风头还是个歪的？哎，我真无语了。行吧，歪着选。